好，我是贾冰。哎呦，长太气了。李大爷笑，眼睛都看不到在哪儿。嗯，说实话啊，来到这儿我真的特别的紧张。嗯，因为很多都是我的前辈啊，这不好说人家。你看徐峥导演找我演电影，我是不是不该去吐槽人家，对吧？王晶导演没找我演电影，你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？命好。李庚希啊，年纪比我小，但是出道呢比我早，所以说呢，按道理我真应该去称您一声前辈。前辈，晚辈来晚了。晚辈属实也没准备什么东西，要么我给你点一根啊。我这身上没带着，回头我在台下，回头我给你整几条啊。抽归抽，烟头别乱扔啊。哎，说什么呢，这个抽烟呢确实对身体真的是不好，尤其是这个乱扔烟头啊，其实不是特别的文明啊。现在小孩也不知道咋的了，你说就这么大年龄开始抽烟，你像我像这么大时候我抽的比他还多，真的。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一抽烟呢我妈就抽我。我抽一根烟用5分钟，我妈抽我得1个多小时。然后我妈还劝我说，小兵啊，别抽烟了，对你身体不好，你看你抽的鼻青脸肿的似的。赵印印啊，社会我印哥啊，社会我印哥啊，印哥东北人，说一嘴普通话啊，东北人我印哥好使，必须的。听说啊，跟郎朗、李云迪是齐名的唢呐钢琴表演艺术家。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不知道。但是郎朗和李云迪也未必知道，像这种国际级的这个我们钢琴艺术家，真的他这个手啊，双手是特别的金贵。我们从这个郎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，郎朗就把他那个双手高价的保了那个保额，就叫什么意外险，高价意外险。我硬哥好使，跟风人也保，高价保额保了他那双手。但是我就纳闷了，你这边上了保险，那边总做饭，你是想骗保啊？还搁这做菜，也对不起，我要去巴塞罗那剁点辣椒。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手割破了！这以后我以后是不是就发财了？我硬哥还说呢，硬哥说什么呢，说是这个有个习惯，就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那个单一掉牙的，不是单一大牙，不是单一麦芽的 whisky。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属实挺能装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嘛，是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，你像他爱喝单一麦芽，我就爱喝勇闯天涯。无非就是带气不带气，打嗝不打嗝的区别，喝多了还是俩字儿，迷糊就完了。刚才还说呢，还说我硬哥还说，哎呀，跟那个意大利的 banana 切磋， banana 还用切吗？扒了皮就完了呗。太能装了是吧？又什么什么斯坦威钢琴家，又蓝带厨师的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回东北老家你不怕挨削啊？你还整这么多头衔，我劝你啊，你先给自己整个头盔吧。硬哥像样啊，硬哥，我硬哥我换下一个。嗯，王晶导演，其实我真的特别希望跟王晶导演来个合作，真的。但是王晶导演说实话，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我虽然是电影界的新人啊，不敢太造次，但是我还是稍微要跟你说两句话啊。
就是你在选电影女主角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跟徐峥导演学一学？你看徐峥导演选的女主角，袁泉、赵薇，这都好演员。你看你选那个女主角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是拍电影吗？你是拍拖吧？哦，徐峥导演，我老大，我大哥，真的，这个从为人上、艺术上，我都特别的尊重和敬仰。哎，他就是我的指路明灯，他就在前面走，我就感觉我后边这一块特别亮堂。老大，我刚才我就摸脑袋的时候，你不什么玩意扎我手一下，我一看啊是头发，哎呀！你可以来摸我的头。对不起，老大，我戳伤你了啊！我和徐导拍戏的过程当中，真的是气氛特别的愉悦，特别的愉悦。而经常我们俩拍了戏以后下来以后会小酌几杯。但是徐峥导演为什么能成功？他电影为什么能大卖？而且艺术质量这么高？因为他喝酒的时候也同样在讲着电影的艺术。那天就跟我说，没喝多啊，没喝多，眼神有点迷离。冰冰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电影这东西啊，真的好。有演员你知道吧？哎。有演员你知道吧，金凯瑞你知道吧，金凯瑞知道吧，演得好，我爱我那票，我金凯瑞，金凯瑞演太棒，金凯瑞还用说，金凯瑞的演技其实我都不认识他。一直唠啊，唠一宿啊，我都唠一宿，夸一宿金凯瑞，到最后徐峥导演也没有发现我不认识金凯瑞，所以说我就心想，我说你还说金凯瑞演得好，哼，好像是我演得更好吧。提起喝酒，千万不要被徐峥导演所迷惑。我那个小朋友圈都送我一个外号“东北酒王”，但是我喝不过他，真的喝不。我们在俄罗斯拍戏，头一天晚上，就刚才我应哥说的，怼了六瓶 XO， 阿俩，光怼之前，我说老大，你别整这样，明早还拍戏呢，我要对得起艺术啊，你要对得起电影，你喝多咋整？徐峥导演说没事儿，冰冰啊，你不是演个列车员吗？是，明天拍车里的戏，明天我给你安排两场晕车戏。结果到第二天，真的，我演得特别好，不但晕，我还吐呢。然后徐峥导演啥事儿没有，还夸我呢，他说这个演员这个演的确实挺有味道的，这个。不过真的，最后我还是想感谢徐导，感谢徐导给我这次机会能够参加《酒妈》这部电影。希望大家能够在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，一起来看我们徐峥导演的这部新片，非常精彩。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那个列车员，那个演员真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演员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贾冰。